过来请今仔日的四个小朋友吼，哦，咱要请，等会兄弟甲家人姊妹啊，将伊四囝啊，今仔第三十的时，啊，请伊来到伊头前这个所在啊来举办吼，来准备来四个吼。咱来吟圣诗353首，咱一个吟就好吼，一个吟。你是创造天地的，所听的姊妹，请咱三个来听主耶稣基督传的话。伊伫世人中做完了后，也未自己的百姓成功，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掌握我，所以你着去召万百姓来做福星，甲伊洗礼，互伊归白姓圣神的名，去拿我所有的名的，着甲神圣做我的主甲你。伊地到世间的路尾，马可福音记载讲，有人带细囝来侍奉耶稣，要互伊摸，所以学生接鼻音，耶稣看见，安尼一大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，让阮细囝侍奉我，无得滴音，伊是上帝国，是这个人个，我先甲你讲，伊若先受上帝国，无亲像细囝个，不断袂滴滴滴。就可以甲因下手去服因。虽然咱个细囝还袂入到遮个代志，还佫所应允个也袂归因。因是稳定会用个护士，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未来个家己，互因归属基督来做伊个百姓。所以即个时阵啊，我会请阿个姊妹阿咱三个起立，咱三个起立。啊，这个时我要请父母吼，父母啊来祈吼，来祈福。恁有信上帝做恁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守啊无？恁着依靠上帝所赐的开力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道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，利用基督。甲各个行为来培养因，予因所行也是上帝教会法度，恁要安尼行无？万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，帮助恁受一个育，一个时啊，要来甲细囝来教洗礼。
体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规日白净圣一个名。阿门。有没有看见？来，我这个时阵啊，来介绍，来介绍啊，受洗礼的父母啊，伊的爸爸叫做蔡炳辉吼，蔡炳辉啊，妈妈叫做刘家君吼，啊，家父姊妹咧，啊，是伫咱总会啊，到社委员会来担任助理，啊，是真好，真好助手吼，啊，也是伫过去帮助牧师做事吼。啊，差不多什么代志来交代，伊就拢会当啊真直接。啊，这边呢，伊特别会跟伊老师讲，老师讲，昨天过来你教会洗礼西边吼，我讲哦，讲伊们教会吼，上无什么拘束的啦吼。啊，当然，伊讲之外，伊本身就是已经洗礼过啦。爸爸会洗礼，看洗礼也袂吼，无要紧吼。啊，总是我想，小弟洗礼意义一定也是讲。啊，要通过一个家庭用啊耶稣基督的信仰，哦，除了学校好的信仰的教育以外，家庭有家庭的宗教教育。啊，当然嘛，通过安尼，咱啊兄弟姊妹会通来对细囝啊来听受吼，啊来认同伊是咱对咱的一份子吼。啊，咱阿公阿嬷嘛有来，啊咱一边吼阿公吼，啊爷爷奶奶吼，阿嬷吼阿嬷吼。好，一下哈，来，好，咱讲中医哈，来，阿伯叔来，给你推一下哈，来推一下。啊，这囡仔是一定会受我认同，那真巧哈。OK， 好，多谢咱爸爸给欢迎哈，好，来，来坐哈。啊，这是咱这来啊，修圣餐吼。咱来用圣诗355首，愿大家聚集各处坐坐。圣诗355首，咱三个啊，坐咧用就好吼。
啊，欢喜的团队需要所祈祷的人，拢会从这个所在，咱三教大领袖这个圣餐，圣餐啊是耶稣召集伊的学生，然后伊甲学生做伙聚到，因做伙食暗顿，所以呢，一旦啊，你也是圣餐以前。啊！咱咪上个来想圣经内面对伊个话，恁若恁既拿着我当当代个，就欺负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人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苦楚，但耶稣要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安息。我就是活命个饼，欺负我个人决断袂了，信我个人一定会脆答。就如我的人，我决断无气杀伊，要喙焦伊无伊人福气，伊会因为得到吧。咱若伊无公义，咱要得到上帝所赐福气。所以，我们的主要所祈祷伊稳定，甲咱三个祈祷。所听下的姊妹，请咱做位来听主要所信信餐的话，叫保罗所讲的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予恁个，就是主要所基督徒人个里面会听注下来对伊讲，即、这个是我身躯为着你拍怀，你着听你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安尼通对讲，即、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以我会献你个。既然恁个时着听安尼来纪念我，因恁逐摆食即个饼，饮即个杯，是表明主个死直到伊过来，即、这个时。耶稣基督伊予人买的时阵，伊有下饼祝谢，所以咱同款要照伊的款式，咱在先来感谢天顶的上帝，咱同心阿头来感谢。小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你予阮出世伫台湾这个土地，你予阮做孩子仔囝，伫这个土地顶面，你拣选阮真侪你的百姓，予阮有分。从耶稣基督靠我，以及上帝的国度这款的信息来传遍台湾每一个角落。祝阮会谈这些，有时阮为着家己享受，意思阮不愿意派阮的时间来针对你。在阮的生命中间，阮有时麻烦着真济罪，阮有时会骄傲。嫉妒、不满，有时对人的批评，应该行的好，阮无去做；反正无应该行的歹，阮不常常反应。做个你，在咱的世界顶，你所留的宝贵，以阮一生的功劳，恳求你怜悯阮，赦免阮。我们搁一边日子，欢喜来跟随你。无论什么款的境遇，愿将福音、好的消息、恩人的信息、上帝公义、仁爱的信息，来传遍你们这个所在。感谢你，从世纪以来，我的祖先用汗水来养饲，让福阮。在这个土地上面继续来生活，但我要用你所收拾我的汗水来成做圣餐，做伙来分享，来上帝你的心，在我的中间，祝福我在你的面前，我同心祈祷，安尼困在祈祷，感谢上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剩下的姊妹，咱的教会用汤匙来做圣餐，就是纪念这土地表面咱的祖先上帝给的手术汤匙，正做咱的主食，因此，予咱会通继续伫遮来拍拼。咱的汤匙意义嘛咧表达，汤匙唔惊落苦难。只求机会代代传，要安怎让信仰的种子在土地继续来流传，
继续来生活。所以邀请大家做伙来祈祷，来有分耶稣基督对咱的稳定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打破的，你就听你来纪念我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打破的，你就听你来纪念我。啊，要来邀请弟兄们啊，干娘弟兄们哦，他们来啊，祈福哦，啊来给大家祝福哦。啊，每一个人你也当照你家己的，哦，啊，伊就无把咱切切实实吼，啊，咱来当照家己的，就是用家己来祈福。啊，每个人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啊来享用哦，你的分量哦。大家拢会通用吼，啊，咱讲甲主同齐，对另外一个真深的意义，就是咱是一家人，只有一家人才会一起用餐，也只有一家人才会一起享用。不管你来自何处，不管彼此认不认识，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所以耶稣邀请人齐多的时阵，齐多。意思就是，不管咱两个有什么款的嫌隙，有什么款的业缘，咱做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嫌隙，所有当中化成啊，拢无啊，化为零的，比丘三下面，哦，所以呢，所以啊，早当时人讲当这个意义，这一道重要就是，就是讲你有得罪我。都是我跟你吃饭，咱吃的当中连对不起都不免啦吼，连 I'm sorry 都不免啦，就是以主的名来念，啊，当中对着下面，咱必须上下面。所以说，所讲这是我的身躯，为了你打破，每一遍用的是用咱的力量啊。主要说过，我们这个是我的身躯，有着你打破的，你着听我的记念我。也是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了你们来舍命的，你们当这样子来纪念我，这样子会来听，那是。主要说讲，这个杯是神玉，如果会设立的，进来恁的时，就加恁来纪念我。所以是说，这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我流血是为了让人类跟上帝来和好，也让人跟人之间彼此更和好。所以也是当你们将食，就是为了来纪念我，来参加这个。啊，咱用的杯啊是乌龙茶，乌龙茶嘛是台湾的土产，伫海拔的山顶，乌龙茶落嘴是苦，总是有甘甜，所以在咱老的时，咱你要说这个茶是清鲜的，就是。咱内面人生真会挑战，当时主甲咱讲，就是甘甜的。啊，我们用的饮料，喝的饮料是台湾啊所生产的乌龙茶，是山上的乌龙茶泡出来的，这也是台湾的土产。啊，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来享用，纪念。先民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土地上的他们的开垦打拼，我们也透过这些茶，因为茶入口虽然苦，却化为甘。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在苦中
找到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来成为甘甜的生命。这个过是神的，以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。既然你们是用着安尼来纪念伊，这个杯是我们跟耶稣再一次来建立一个新的约，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好，让我们跟人的关系和好，让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和好，也让我们跟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和好。主要说讲，这个杯是神哦，主要是说神的，今仔日的神，今日来纪念我，咱三个人也是，我们一起来献的。现在三个阿头来祈祷，我们起低头祷告。现在主管感谢你，因为你对你极大的疼。我愿通领受你的圣餐，来培养我灵魂真爱食你。各方面顶，你欢喜我，疼惜我，也知影我真正是圣命奥妙辛苦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会国的福音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奉献我们，成为你的儿子，求你欢喜接纳。用慈悲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继续在有圣洁的交通，能够容神一人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愿平安的上帝，甲弟兄们的约会会，对世人中国安全的大牧者，咱的信耶稣基督起来，互你伫各项好事完全来行日子，都对耶稣基督以咱的心来行代志。让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，愿伊跟归依代代无双。阿门。